人家所讲一句话，有酒鬼雕福建米，海南国币嘛，是吧？啊，面是福建那边的，咖啡是传统是从海南人的嘛，炒粿条，无论是什么粿条汤也好，它的粿条就是它的来源就是潮州嘛，啊，这是以前的人传下来的，没有改变的，很多很没有接班人的，因为做这个行业要用要牺牲很多，这个心啊 ，the heart 啦、啊。好、哦，我懂了，看心灵相通了。我看很难呐、啊，好像你跟你老婆才是可以，哦、okay, 我不可以的啦， okay. 反派的，我跟你讲。隔壁隔壁哦，隔壁哦高，隔壁哦小弟，隔壁哦跌落，是什么来的？那是我听啊，我没喝咖啡的。Espresso, double espresso, single espresso. 没有啦，那个 Hawker Center 哪里有这个？Hawker Center。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嘞，各有各的千秋啦。对了，你要选一个。我要选一个啊，这样我比较喜欢吃我儿子的。Yes. 有钱拿的、啊，那没有钱拿、啊，他有钱拿一百块。其实在这个生活中，这我是我们的第二个家。每天啊，几乎除了休息，你在边做工，在边跟人家交流，连收了卖完收档就回去家里。我的家其实是一个 hotel 来的，这个真正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小贩中心很重要，我们每天三餐都要来小贩中心找吃的嘛。所以说 ，like one day, 10 years later, 20 years later, 30 years later， 有时候。I'm quite afraid that one of these delicacy might disappear. 那时候你要吃到吃不到了，人总有一天会走的。所以说 ，hoping like the next generation like me, I'm the third or maybe the fourth generation will follow up. 要有心去炒，去学 ，then this type of food will continue be there lah.